晚，马伊琍微博发布了自己与姚晨的搞笑自拍，两人穿着礼服，微眯双眼，咬着饼干棍，神情十分可爱。马伊琍还配文道：“来上海找到你。”在电影节上宣传电影之余，还展现了电影中两位主演的浓浓姐妹情。姚晨随后评论道：“咱俩太像不良少女，可见两人关系十分好啊。”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道：“两大女神真漂亮，你怎么一耍宝就变成小马哥？”尽显对马伊琍、姚晨的喜爱，以及对于两人新电影的期待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